来看一下这个机身啊，这里头是有胶卷的，这个布光好像还是不行。好了，看一下啊。我没用他给的那个手绳，那个手绳这地方是塑料的，我的这个是橡胶的。我看到好多图片，这地方都被磨损了，特别是黑板的，就是因为它这是塑料的，很硬。